迎到 VIP 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系 Ellie， 好耐都冇同大家见面啦。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咧，依然都系 Hermes 嘅。啊，大家估唔估到呢？不过因为咁细个盒，大家都估到入边系咩嚟噶啦，系咪先？大家知道佢系银包啫，但系佢已经系好耐都冇同大家见过面嘅 Shewin 银包啦。今次咧就翻咗两只色，因为咧呢两年咧嘅长银包咧比率比较少啊，都好少翻得到长银包，同埋有时翻得好快，都未得闲嚟录片就已经卖咗啦。所以今次咧就趁有机会可以录得到烧烟银包，所以咧就俾大家展示一下长银包。因为呢一个烧烟银包咧喺 Hermes 入边嘅话咧，佢个性价比都系好高噶，因为佢本身咧系做咗一个皮质嘅设计啦，同埋佢嗰个全拉链嘅银包设计。佢啲拉链咧都系比较顺滑嘅，同埋佢最有特色嘅就系入边拼唔同嘅丝质，因为佢每一年嘅丝质题材咧都会有唔同噶，同埋佢个图案咧都系每一季嘅设计嘅丝巾嘅题材嚟噶，所以咧佢每一只咧可能同一只色咧出同一季或者唔同季咧，佢同一只色嘅话咧入边嘅丝巾嘅设计咧颜色啦 pattern 咧都会唔同嘅，你睇下好似呢只蓝色咁样，佢会衬翻一啲色彩缤纷嘅設計嘅絲巾嘅，因為佢呢一隻入邊咧係絲質，所以咧佢用起上嚟嘅話咧，個間隔就會比較舒服噶。同埋咧，你如果擺卡啊、擺錢嗰啲咧，都會比較方便嘅。咁大家就唔使驚話，有時咧你可以擺埋鎖匙、電話喺入邊都 OK 嘅，佢就唔會話因為你擺得多嘢咧而導致到佢好脹。因為平時我哋啲銀包入邊設計係皮嘅話，就會挺身硬身啲咧。你擺完其他嘢入去之後，佢就會好脹。其實 Hermes 嘅設計咧就比較人性化啲，因為佢咧。個長包啦，或都好啦，短銀包都好啦，佢擠咗嘢之後，佢都唔會整到個袋咧好脹卜卜，或者話睇落去擺咗好多嘢。所以咧，佢嗰個設計咧望上身嘅話咧，佢就算你擺咗電話入去咧，佢睇落去個銀包咧都係好收身嘅。同埋佢個銀包嘅設計咧係用咗 F 撞皮嘅，你睇下佢啲今次翻呢兩隻色咧都係今季最 hit 嘅顏色嚟嘅。呢一個咧就係聖杯藍，呢一個咧就係奶油白。咁佢就做咗一個皮扣嘅拉鏈嘅，係啦。以前咧佢有做過絲質拉鏈嘅，但係咧佢都會有改良咗嘅，而家係用咗個皮質嘅拉鏈。咁咧佢拉嘅呢度咧就係去到咧轉角位嘅。它就不像我們平時的長包拉到這裡就盡了，它是拉到它底還有一點轉角位的，那它就會令到你開銀包的幅度大了，那用起上來就會更加方便的。同埋佢入邊咧都仲有一格間隔咧，就係有拉鏈位嘅。咁你可以擺翻啲散紙啊，或者係其他嗰啲即係比較零碎少少嘅嘢啦。係啦，佢嗰個設計咧就係黑白。如果咧大家有興趣咧，你都可以落翻門市睇翻嘅，因為我哋門市喺尖沙咀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落翻鋪頭揾我啦，我叫 Ellie 嘅。係啦，你可以做手包又得㗎，呢個唔一定話要做銀包嘅，因為我都知道大家而家啲袋都偏細嘅，但係有啲女士咧都仲係會用緊一啲大袋嘅。咁咧佢有啲其他嘅顏色嘅，除咗呢兩個淺色之外，但我哋暫時現貨就係呢兩個淺色啦。咁如果咧佢有啲深色咧，有好多男士用都 OK 嘅，因為佢個入邊嘅絲質咧有啲係襯翻啲深色嘅絲質咧，其實男女都用得嘅。今次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咁有咩興趣嘅話，可以落翻我哋鋪頭揾翻我，我叫 Ellie。